其實覺得好開心，好幸福，可以喺香港度參加到一世人之外參加一次嘅亞少。咁其實今日我已經以最盡力去比賽，所以其實都無悔嘅。你喊係因為咩咧？其實喊係因為即係自己做唔到，一直自己一年前 set 俾自己嘅目標。爭幾多？爭0.1。是 PB， 想 PB， 但是今次是做到12秒33，我 PB 是12秒23，是差很少，所以是的。這個比賽當然是高水平很多，也都覺得是很好彩，可以同一班這麼高水平的對手可以即在同一個賽事裡面比賽，可以分高，也都可以從中學習到他們。自己和其他對手拍埋一齊比賽時，才見到自己的弱點啦，亦都係其實係好多要 compare 先知道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所以我回去係當然會有賽後檢討啦，同教練多啲溝通，去點樣改善自己，令到我下槍更加變得心理同埋身體變得更加強壯，令到我下槍可以上頒獎台。頭先提到話自己見到其他選手見到自己弱點啦，你覺得自己見到啲咩？其實我見到自己後勁是真的不夠人，即不夠其他對手強啦。咁我相信我回去我會好好去即係練好我後面的加速咯。其實今次我覺得是一個我成長的一個台階啦，因為我覺得人生是需要有挫敗才會有成功的一天，所以我很開心今次，我其實反而現在想起我是很開心今次可以上不到舞台，因為即上不到頒獎台，因為這樣才令到即這樣才會令到我知道自己的弱點，我的失敗的地方，然後我會更加去強壯自己，去令到我變成一個更強的梁詠琪。